现在讲，这是新竹国泰医院2011年11月21号拍的，MRI 照片，MRI 核磁共振，我当场都当场。可是他不可能去拿你不同，他跟你没有关系，他怎么可能去拿到那个资料？这个就看你们记者要想办法啦、啊，我们。你就帮人家问我们啦、啊，你记者这个是这样的，既然都没有办法，你为什么敢说这是假的、啊？那照片，师兄，你都还敢说我们是假的？奇怪了，他为什么敢污蔑呢？看过国泰医院的原始有国泰医院字样的。对对对。所以就那个东西，那个我可不可以做一个照片或者怎么样？圣德平常不一定在台湾，那如果说有这个机会，有姻缘，你说你像有这个姻缘。我们也许可以安排，但我们不能做决定。其实，好，您可以跟我联络，看有没有这个姻缘。是，因为一个高僧大德，这么多人作证为你背书，是你说，起码公司应该来要求证，像你都会想说，对，你就想要求证了。对对对，怎么看到他们都理都不理人呢？好，啊，就写这篇呢、啊。好，都没有求证。好，没关系。那可不可以帮我安排？你跟我联络看看。对对对，是。声音都快哑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是。就说我们是没有办法，是替圣德做这样的决定。是。那也要看您有没有这个意愿。是。对。OK。但是您如果需要的话，就说因为我上面也都是我公司的地址，您可以来做一做，我们可以给你看更多的资料。OK、哦。OK。上书是柯林顿就职的时候有应邀去参加的贵宾，他也在萧万长面前帮助过一个老人家坐轮椅2年多了，拍两下就站起来了。都有见证我的，好、哦，我们不打妄语，甚至我可以对着你发誓，好、哦，如果我有打妄语的话，下金刚功，好、哦，这个这么多的人，公司最起码应该要求证，他应该刊登准确的事实，不要制造乱言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要求只是事实，好，对，现在不是什么观点不观点的。事实才有讨论空间嘛，不是事实还要讨论吗？是是是，您说的很有道理。希望我有这个因缘被你们接受去，您对这个兴趣可以保持联系，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法音啊，听了都可以增长智慧。啊，那我有兴趣去，那麻烦你跟我帮我做这个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您可以保持联系。好，谢谢你，好。